Not bro, the United States bro, one people give me $2,000. It's crazy. But the fact that South Africans are now more advanced than Zimbabweans. You wanna try this? No. What's tha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omething like that. How much is it? I don't know. Anyhow, yeah. You mentioned thank you.
strong man. I'm not afraid. Yeah. Take that process.这个有多少人敢做这个啊？很多呀，我们这边很多人很喜欢的。嗯，确实，那这么胆子挺大。哎呀，我以前都看到了很多人做，我以前真的想做，但是我就觉得，对呀，哦，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紧张的感觉，其实一直都。还没有，可以，我还是紧张，我还是紧张。我那都是干啥的？我是不是？哎，有的。Don't take me like this, bro. What you doing? You wanna make a cartoon out of me? Mm-hmm. Hello? Bro, this thing you don't wanna do for us, right? Well, you can do this. Mm-hmm.
那个什么，对对对。嗯。哎呦！天哪！爆开！我操！我还没这种感觉。那你这个是怎么学到的？这个我们会有专业的培训。嗯，因为真的是太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如果你乱动了，你的有啊，还有小孩子，每天叫小孩子量方向盘，也可以做这个。知道。嗯。会不会就是我乱动，我就会被扎？会乱动，但是我们是。我能控制到我自己，就是不伤到你。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我们要是伤到客人的话，我们肯定是我们是要负责的，所以说。对，是的，我们自己会注意。嗯，确实，我知道可能是。挺专业的，不会。但是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是那么紧张？我还是那么紧张，因为另外这耳朵已经近视了，所以我还是紧张。做完了，是第一次见面是。第一次见面啊，对啊。还可以。那你做的这个做了多久？2年了。是你们有师傅培训还是？对，是师傅培训的。嗯，那很厉害，很棒，很棒。你们是在这边待中国还是？我们是留学生来的。哦，你是潮汕人？我不是长沙的，但是我是湖南的。是吗？对，就这附近的。那你们是在老家学到的，还是在长沙这次在这里学？老家。哎，老家。对，是的。你们老家在哪里？我们老家在四川大熊猫的基地。哦，四川，哇，四川这个很有名的地方。那你肯定喜欢吃辣的吧？特别。我不会，我不喜欢，我都不会吃辣，我好害怕。那你结婚？哦，你结婚了？我30岁了。30岁。对，我小孩都有2个。哇，真的。看来做这个还是这个样子，我一直挺觉得吧。我们这边别人觉得好。哦。对。那你哦，小孩子还小。很小很小。那你自己也做过这个？你做过，但是有时候会有自己家里的或者是朋友什么的，别人也会给你掏。我们店里的人养的时候，别人也会给你掏，包的时候也会掏，给朋友啊，给店里的其他人也会掏。我们会这样掏，互相互掏的。嗯，那你喜欢这样吗？可以掏。我不喜欢。我喜欢给别人掏，我不喜欢。嗯，被我掏，我就会被你们两下掏。我也觉得，反正就是耳朵吧，就是会感觉，要是怎么，或者是就是感觉还差吧，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就是还差。是吗？嗯。
Hold on.